王爷呢？回六王妃，奴婢不知。这跑哪儿去了？居然还敢躲着你娘子，这突然又是解药又是休书的，来的哪一出啊？走走走走走，去哪儿啊？回房间收拾东西啊。今天梦玉跟我说了，我们自由了，可以走了。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？不觉得呀。你看，解药用。啊，我听说了，今天给你写了休书是吧？ 以喜欢上他了。他走了吗？回王爷，他走了。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因为他的衣服里面有解药，我知道解药就在他衣服的最里面。拿到解药后。 要跑吗？当然，不跑冻死吗？或者老夫人对我真的很好，就是那个穷又烦人，真的太烦人了。你很讨厌他？怎么王瑞秋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我跟你说。 他看似很凶很急，我知道，他就是缺乏安全感，没有安全感，或者到身边，高有安全感吗？那你对他什么感觉？ 找昨日回忆，却发现如梦似幻，销声匿迹。他休你而已，为什么我们也要走啊？那你留下来当王妃啊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好不容易跑出来，开心开心。 师傅，怎么好像被跟踪了？怎么办？别乱动，我看又是那帮杀手了。哎，问问呢？ 他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回娘家了。他回娘家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他们都走了吗？是的，母亲。那他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不对呀，六儿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
问问他不是那种一声不吭说走就走的人啊！你们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你是不是要急死我呀？母亲，相公，我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来了就好。啊，相公，你去哪儿了？让问问可好找。 我看程六那小子呀，也并非真的坏人，他可以给你解药，放你自由。就说明啊，他对你是真的有心。可是，相信师傅的眼睛，我知道你并非真的想走。我就是想回去找程六问清楚。我们来引开他们，你回去吧，他会保护好你的。问问，听说。 你要回娘家啊？哦，对，母亲，他是……我问问文娜。好，您先喝水。您给我的那壶酒，我不小心喝多了，相公有些被吓到了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乖。 咱哪儿也不去，就在家好好待着。这次没放什么药了吧？相公大可放心，绝对够纯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我都没走，谈何回来呢，相公？ 不想跑了？王府里要什么有什么，傻子才跑。昨夜你可不是这么……昨夜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那你这是又是修书又是解药的，来的是哪一出？难不成？ 昨晚我们已经……闭嘴！我答应你找出真凶的事还没完，所以现在我不能走。这个是你自愿的。哼，你们两个。